什么是免疫力？提到免疫力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要说了解免疫力，很多人就说不清楚了。那么究竟什么是免疫力呢？从字面上来讲，免疫力就是人免于患病的能力。按照现代医学的概念，免疫力就是人体免疫系统的战斗力。大家通过免疫力的概念就知道它对我们的人的健康有多么的重要。说到免疫力，自然就想到免疫系统。那么免疫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它是识别自我、非自我，自我的部分留下，非自我的部分就排除。给大家解读一下，自我就是我们身体里固有的，非自我就是外界侵入的。那么说到免疫系统，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的。第一，对外预防外界细菌和病毒的侵入，这个病毒当然包括现在的新冠病毒。那么第二呢，它会对内镇压一些叛乱的分子，意思就是当在某种情况下，好细胞一旦转变成了坏细胞，比如说肿瘤细胞、癌细胞，那么免疫系统就负责呢去镇压它们。第三个，它会清除体内的垃圾。举个例子，人体的血红细胞寿命是120天，当到达120天以后，血红细胞会自动死亡，成为体内的垃圾。那么这些垃圾就由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负责清除。提到免疫系统，大家又想问它的组成。免疫系统的组成有这样几部分，第一个，由免疫器官组成，像我们熟悉的淋巴结、扁桃体、胸腺，还有脾脏，还有骨髓啊，包括盲肠。那么免疫细胞呢，有吞噬细胞、淋巴细胞、白细胞。那么免疫系统，大家知道它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是靠什么来发挥作用呢？是靠它的相对的稳定性。现在科技研究发现，影响免疫系统的稳定性的因素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基因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，第三个就是矿物质，第四个是我们的心情，也被称为精神世界，第五个就是肠道内的菌群的情况。基因我们是改变不了的，那么后面的可以改变，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做到均衡的营养、快乐的心情、平衡的肠道菌群，通过这些方式来提升免疫力。那么一旦人的免疫力低下了，会出现哪些不健康的因素呢？首先，当人免疫力低下了，影响的是呼吸系统。我们常见的出现，比如说流行性感冒、病毒性感冒，还有咽炎、气管炎，甚至出现肺炎。当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，细菌和病毒还会侵入我们的肠道，出现各种胃炎和肠炎。第三个，当人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，还会出现免疫失调的疾病，最常见的比如说红斑狼疮、类风湿、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等等。那么总之，人体99%的疾病都跟人类的免疫系统失调有关系。人类要想健康，一定要提升免疫力，免疫力是人的第一大竞争力。在以后的小视频当中，我会为大家介绍如何调整免疫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